揾到个同学仔倾下偈嘅。你啊读中几啊？中三。中三个同学仔，嗱想问下你啊，你觉得而家咧嘅大学学位够唔够咧？唔够。唔够。咁啊，你惊唔惊？担唔担心自己即系升唔到大学咧？自己或者同埋啲 friend 升唔到咧？有担心过。有担心过。嗱，如果政府可以增加100亿出嚟，加多一半大学学位，你话正唔正咧？梗系正啦。梗系正啦。嗱，我啊想问下你啦，你宁愿政府咧用100亿增加一半大学学位，定系用600亿起一条高铁咧？梗系100亿增加大学学位啦。真系醒目啦，呢个中三同学。所以咧，12月18日大家识做啦，要去包围立法会啦。好。Yeah!